合约续约章第三条，要同人类和平相处，互不相干，更加不可以滥杀。以免暴露我们的身份，你应该很清楚，违反了规条会受到什么处分。就凭你？是凭我们伟大的约章订立者尼古拉伯爵授予我执法的权力。达德利加族一向都不受管束。他不是神种的级别种，不过他的能力不在你之下。小白都算够朋友啦，俾你踩足四年都未散。梗系啦，我小白喎，我个个朋友都对我很好嘅，够义气，抵得谂。你够朝朝冒住生命危险啊，送早餐俾我食啦。阿心，你个衰仔。喂，三文治系我整噶，我妈只叫我攞俾你噶咋。哇，我更加只成$30。又系呢个烂嘢喺度阻住晒，你睇唔到嘢除眼镜啦，见唔到人嚟整紧车嘅咩？咦咦，你咁整架车好有创意喎，掂喎！唔系啩？呢撇咁嘅嘢都叫车啊？我妈真系讲得冇错噶，有啲人读咁多书啊，都系读屎片嘅咋，都唔识尊重人嘅。我哋唔好同啲烂铜烂铁嘥时间，赶紧要搬走佢。系啊，快啲啊！我都想投诉，有啲人啊，以为自己有钱大晒，条脑佢噶。算啦，够钟上堂啦，包山喺人哋度，人哋讲咩我哋唔使理噶。
你冇事嘛？老师 ，sorry 啊。你想死都唔好累人啦。咩人嚟噶？一嚟就咁鬼串嘅？喂，冇事啊嘛你？哦，原来你执到钱，唔怪之得你俾班骑呢怪夹完啦，都笑笑口咁啦。我净系唔想俾佢哋影响到我心情啫。开心其实可以好简单嘅。你今朝又漏咗个电话喺厨房啊？仲有呢张 canteen coupon 下午茶悭5蚊，今日到期咯，都系你最好。嚟咗个靓仔转校生喎，睇下睇下，吓，唔系佢啩？系佢啦，听讲佢俾英国嘅贵族收养咗，个名叫 Walter Curry 啫，好靓仔啊！佢剑桥高材生，有成1.8米咁高，今年啊23岁啦，听讲佢而家冇女朋友噶。仲未有女朋友，系因为未遇到我先。你似乎对佢好有兴趣喎。靓仔有型高材生，仲系英国贵族，封面强衬得嚟我嘅。我而家去咗洗手间啫，咁多人嘅？睇靓仔。早晨，早晨，早晨，早晨！今日多咗多同学嚟旁听，唔知大家系对欧洲历史有兴趣啊，还是系对我呢一件历史活化石有兴趣咧 ？OK， 派翻上次嘅功课俾大家先。巴子谦同学，呢份功课有内容、有见解，仲有一份切合主题嘅设计包装。Well done。Thank you, Professor. 洛希南。你交份乜嘢俾我啊？有果汁职、茶职，仲有豉油职，最离谱嘅，仲几多饭喺度 ？Sorry 啊 ，Professor， 因为我太赶，所以冇时间再整理啊。啲垃圾，我唔收。花子谦 ，Adelina， 嗨，我跟你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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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同学嘅功课。稍后再派，我哋继续上一次嘅课题，讲嘅系货币与文化变迁。喺18世纪嘅欧洲出现嗰种银币，当时用咗达德利家族嘅徽号作为图案。神秘嘅达德利家族喺18世纪嘅时候，洛森公爵约翰达德利娶咗当时法国王位承继人曾格雷。受欢迎嗰位同学，最受欢迎嗰位男同学系你啊！你咁得闲四围望，不如由你讲下达德利家族点解会突然间销声匿迹？因为后来一次叛变失败，连累成个家族被处决。但教授，你搞错咗一点，娶真格雷嘅系约翰个仔 Gilford。你而家系质疑紧我嘅讲课。
根據 Oxford University 2009編製的歐洲貴族史 Chapter 13度寫著1836年吉爾福德迎娶法國王位繼承人曾格倫。練習先嚟天陰陰，希望唔好落雨啦。練得幾多得幾多啦，加油！我答應過你，同你一起去大阪參加大學柔道總決賽，你唔好唔開心啦。我冇嘢喎，愈強愈強。哇！你睇幾點？朱婆，仲有六分钟嘛，你帮我 hold 住个茶餐啦。Sorry 啊，喂，咪走啦，我要你。你到底想点？我要你脚底踩住嗰张 Q 旁咋？你咪以为自己好靓仔，个个都追住你先得噶？吓，我张五蚊啊！只不过系五蚊啫，有几紧要？唔系个个都好似你啲有钱人咁幸运噶，钱对嚟讲可能只系一堆数字，但好多人日就为咗嗰几十蚊要挨到金星火眼。起码我同你就好唔同啦，我每日生活嘅一分一毫都要计，几细嘅数字对我嚟讲都好大意义。塊麵包可以搭車由台灣去到西環，可以買到兩支原子筆，五蚊就可以。喂，我張 coupon 連晏都唔食，遲早餓死你啊！你當我食人咩？我有食噶，兩個菠蘿包啊！又留翻做宵夜啊？份工作要重做，今晚就靠撑住噶啦。我想执埋啲嘢先。我嗰两个后生啊，好勤力，好帮得我手噶。但我同你咁熟，你周围睇下边度请人，就即刻通知我啦。下个月尾到啦，唔该晒，通电话。OK。吓死人咩？你鬼鬼祟祟同边个讲电话啊？咁又好咯。你系咪想执咗间铺啊？系啊，我想执好间铺啊！你睇下啲箱啊、啲单啊，乱七八糟。我哋听到晒啦，你有咩咪同我哋讲咯。我都唔想噶，你睇到噶啦，租又加，内货加又加，灯油火蜡又加。正是你哋人工，同我人工就冇加，趁我未蚀到断气，咁就定咗佢咯。系你自己讲过，要啲客食得开心，食得放心，宁愿自己赚少啲，都坚持用最好嘅料嘅。挨到今时今日，舍得放手噶啦。你摆咗成担心机落去，你唔觉得好可惜嘅咩？好啦，我哋减人工啦。吓？咁马老板咁好人，我哋梗系要共度时间噶嘛。啊，系嘅，系嘅。你真系太有嘢，太抵得谂啊！多谢晒。嗯。马上到开餐店，系系系，多谢晒陈生。哇！啲客好似听到我哋急 call 咁啊！系啊，又嚟啦！你啱啱食饱啊？你马上到开餐厅，请带我行先啦。拜拜。多谢。系。好心有好报 ，Mr. Spencer， 洋人嚟噶。貼士多啲啊！嗯。
人都喜欢胡桂花。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开 party。来到新的地方新的环境直接认识新的朋友。开 party 是最好的。你不要有自己一个缩在一边喝酒那么闷。你都知道我不喜欢热闹的。跌落井底的青蛙撒扮出黑妈妈的环境根本就不记得外面的阳光灿烂。这个世界是有几咁美好。我不阻你享受这个咁美好的世界。但你不要不记得我和你的约定仲有半年。就是有你这种人男人才会不尊重女人这么快就回来真是没那么好味你玩了这么多年还不厌是的我的女人都不同我有信心我实找到一个啱你口味的够了今晚就到此为止不用没心机我实给到个 surprise 你你怎么进来的是楼下的男人指我上来的他真的怎么都不死心你为了钱什么都肯做的吗是啊我除了上学还要打两份工我这么辛苦做外卖不是为钱难道为兴趣啊你好等钱使吗你不用一副看不起人的样子我忍你是因为你一刻还是我的客几有服务精神啊是啊在半山这头我出了名服务好各个客都给很多贴士我的。好啊。想要贴士就来了。什么意思啊你不是送外卖吗随心啊。黐线。兜得钱就要交足货。来啊。你当是乜嘢我是穷代表可以俾你咁冇用衰人正衰人啊你仲笑唔关我事喎係你表错成啫啊我真係好耐冇见到你咁喎一巴都避唔到呢个女仔真係特别好特别哇咁阔佬冷静啲先发生咩事冇事啊平时死悭死抵突然间咁食法唔係世界末日都应该末日审判啦啩。佢真係正衰神嚟㗎一嚟差啲俾佢车死跟住我抌我份功夫落地仲要踩烂我张 Q
房，仲要两部天使收，而家仲要蚀底卖。蚀底？个黑面神成咗冰山咁，系睇佢唔顺眼噶啦。不过佢衬得住 professor 包，即刻弹上健人榜 top one， 我服佢噶。咩啊？光冇咁冇礼貌冇修养，对眼真系阿头做噶。嗱，蓝色线咧代表你今个月嘅总收入，红色线咧代表你今个月嘅总支出，再加埋你坚持每个月俾你阿妈个3000蚊，好明显你所剩无几噶啦。咁我哋要争人钱去玩啊嘛，都唔想落雪啦，咁辛苦啫。电话啊！你电话响啊！罗师奶，吓，你识整八宝鸭啊？好啊，我讲埋整功课，下个礼拜翻嚟啊。放心，我餐餐都大鱼大肉噶啦。哎，你个女我食极都唔肥噶。嗯，咁你自己煮多啲好嘢食，小心身体啊！我会照顾自己啦。嗯，好啦好啦，拜拜。唉。头先系喊晒口，对住阿妈就报喜不报忧，唔开心啫嘛，有乜咁大不了啫？瞓醒咪重新做人咯。我为咗我敬爱嘅罗师奶，我一定顶得住噶，加油啊，罗依林！喂呀，做乜嘢啊？都唔系逼，哎呀，我咪。又在这里弹琴啊？有心思？喂，我找到的地方很啱搞 party 的。No。你下个月生日怎么会开心一下的？ No。啊，我保证今次不同上次，我真的想到一个很好的 idea， 你会玩得很 high， 很高兴。啊，没规矩，赢了个话事。重点，老地方。对不起，你做咩 say sorry 啊？我系话我寻晚误会咗你，你只脚可能断咗，去医院啦。我擦伤少少啫嘛，边使去医院啊？呢个时候仲顾住送外卖，你赚几多少我赔翻俾你咯。点解要你赔啊？唔赔就去医院。我系等紧呢日小妹生日 party， 我同唔到佢一定好失望，分分钟仲影响埋公司嘅声誉添嘛。你做乜嘢？你放低我先啦！唔想挥就唔好乱用。Yeah, Roy， 咁啱嘅，抱得咁实，一定好好 feel 啦。唔好阻住我送佢去医院。哎呀，你冇事啊嘛？喂，你朋友好似伤得好严重啊，快啲送佢去医院啦！得噶啦，呢度啲人我会整理啦，快啲啦，去啦！
系唔使去医院啊？都唔使咯。去医院检查清楚，我唔想你坐轮椅。你点知道？个盒上面有地址。唔通迟咗俾人闹？定系头先撞散晒啲龙虾生蚝啊？我唔系咁 like 你噶啦，但系我都冇心累你噶。点都估唔到你平时懒酷懒型扮晒嘢，会突然之间转死性帮我咁好心啫。咁同唔同佢讲多谢好咧？你啲钱。唔该。仲有。贴士咁多，你入去做咩嚟啊？咪懒型懒酷扮晒嘢咯，咁得未啊？点解佢会知道我个心谂咩嘅？切，咁又点啫？我有话错佢咩？而家去得医院啦嘛？唔使啦，我都唔，我翻去 JTT 带走，我冇事噶啦。你头先晕咗，医生帮你做咗个详细检查，心电图、脑扫描、X 光。不过好彩，你只系左脚轻微骨裂，留院3日就得。你做咩明明过就送我嚟私家医院啊？做咩要住头等病房啊？做咩要做检查啊？我只脚受伤啫嘛，关个心同个脑咩事啊？你知唔知呢度好贵噶？我全片咁贵嘅医院噶。横掂检查都做完，钱我又俾咗，你要出院。定系住3日，冇分别。你对我咁好做乜嘢啊？我见到受咗伤嘅狗都会咁做，仲有唔系个个都好似你咁，将钱睇到咁大。你有钱嚟嘅时候我会还翻俾你噶，以后你离开我远啲，就算我死都唔使你理啊！你唞下。点啊？你朋友冇嘢啊嘛？皮外伤啫。见你咁紧张，你同佢好熟啊？系我累佢受伤，我唔会唔理。送佢去医院，帮佢俾埋钱，我嘅责任做完。That's all。边有咁简单啊？佢一日未好翻，件事都未完啦。有后遗症点算啊？因伤抗火不唔到热，你又点伺候咧？心灵创伤变成抑郁症夹唔去，你点搞啊？你谂住点负责任先？包佢生养死葬，又娶埋佢做老婆先？唔好夹硬嚟偷我嘢。冇嘢嘅，咪唔怕我 read 你嘅 mind 咯。我都有私隐噶，分享下啫。唔好使咁得意，或者你哋可以？唔可以。人类嘅感情好微妙嘅。在你哋命中注定 ，impossible。咁啊，冇绝对喎。你点解系都要困自己喺回忆入面咧？点解系都要逼自己留喺痛苦嘅世界啊？小雪。
希兰，罗希兰，你冇事嘛？你望住我啦，罗希兰，你点啊？罗希兰，你好好咁唞下，如果有事嘅话咧，就叫姑娘。唔该。你唔知道肚饿会血糖低嘅咩？我之前都未试过晕。呢度24小时都可以叫嘢食，点解唔食啊？一碟炒饭成98蚊，够我食成个礼拜学校 canteen， 又要落肚咪得咯。我头先喺楼下买咗面包噶。即系你唔系饿晕，系吓晕噶啦。我一入到 lift， 我就见到个大肚婆，跟住无端端就停电，个大肚婆吓一吓就生得啦，跟住成地血，恐怖，好多血噶。冇事就得。你明明走咗，点解翻转头嘅？动车啫，宋亚明仲清醒噶，点解救唔翻噶？伤者伤势突然恶化，大量出血。系咪头先停电所出咗意外啊？即系你哋医院要负责任噶，而家死咗人啊 ！EXO 回复，呢度仲有佢嘅气息。我知道。不过 chase 唔到，佢应该走咗。你伤得佢咁重，只有新鲜嘅血先可以令佢复活。呢度系最好嘅良方。你去边啊？我哋嘅任务唔系要消灭害人嘅吸血族嘅。你走得好远噶啦，追唔到你啊！不如你带晒巴比嘅朋友仔先啦。你想讲咩？你好似好紧张，洛希兰博。我只系担心 TX 可能同佢有关联。系 TX 冇袭击佢，我只系隐隐觉得。我都隐隐觉得你哋有啲嘢咯。总之，我唔会俾 TX 伤害任何人，包括洛希兰。咩出院唔弹声啫？你报咗医院啊？你话咧？Sorry 啊，我赶住走，我惊洛斯拉咪啊！你惊洛斯拉知入咗医院，跟住会担心你啊嘛？你又惊洛斯拉佢揾你唔到，跟住会乱谂嘢啊嘛？系咪？佢揾你唔到，自然会接驳你个代言人噶啦。包租婆，出边盏灯坏咗啊，好易扑亲噶，快啲整翻啦！哦，嚟啊，攞翻俾黑面唇咯。得啦，我同阿妈借噶，我唔想你欠佢任何嘢啊。欠你欠佢，俾人系欠。我边有同啫？嗰条友不嬲酷到爆噶啦，无端端无事欠恩情，实冇好嘢噶。啲钱我分期还翻俾佢噶啦。快啲搞掂佢啦！我唔想你同佢有咩拉楞啊。你放心，一定冇。你我梗系放心啦，我唔放心佢咋。小优啦，希兰个样唔够索，身材唔够薄，着衫又唔够 top， 黑面神唔会咁冇 taste 嘅。你啱你 taste 咧，咁差啊！不过我唔排除佢对你有企图嘅。根据统计，全校有超过90% 嘅女仔都冧佢，唯独系你唔 show 佢。以心理学嘅扭曲心态，佢极有可能系想玩你，电到你晕，跟住等你冧佢，即一脚踢开你。得，唔使讲。第一，我对完全冇兴趣。第二，我而家嘅人生目标就系柔道比赛同埋毕业。你听住，啲钱我会还翻俾佢，唔使人帮手 ，OK， 收线。但系唔好烦我，我要赶功课。遇神杀神，遇佛杀佛，杀杀杀杀杀。有冇觉得人生好多嘢都系整定？点解系同呢个人一齐，而唔系同嗰个人做朋友？相识系整定，相爱系整定，连意外都系整定。我唔知道你有咩企图，总之我唔会乱咁受人恩惠，你攞翻佢啦。我唔知道你讲紧乜嘢。马老板话有人送架车去海产店赔俾佢啊，除咗你之外，仲有边个咁有钱咁无聊？你收翻佢啦。我话咗，唔关我事。喂，你攞翻架车啦，好彩我买保险噶，架车咁贵可以买到好多嘢噶啦。如果你嫌钱多又想做善事，你咪捐啲钱去第三世界。唔好再跟住我。你估我好得闲咩？你攞翻条锁匙，我咪走咯。J，
小雪。救咗你仲打人啊 ？Sorry， 冇事啊，算。大家睇到啦，儿童与文化的变迁。罗希林，你睇你着成点嚟上堂？你有冇尊重过我堂啊？我叫你重做功课啦。Sorry 啊，我唔小心整湿咗，头先喺厕所吹咗好耐先干，所以先至迟到。又湿又烂，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叫做功课啊！一次又系咁，两次又系咁，成日俾啲垃圾功课我。你俾多一日时间我啊，我听日一定可以俾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嘅功课俾你噶。功课我唔会收，收咗都冇分。你同我听住，你醒醒定定，我呢科攞唔到学分嘅，你都唔使执意毕业。点解佢？喺埋位坐，冇阻住同学上堂。我要毕业，一定要毕业噶！毕唔到业，呢四年就白费啦。我点对得住洛师奶？我哋仲边有钱再熬多一年、啊？睇翻今次嘅 assignment， 因应呢个范围，我哋自定题目，两个同学一组，自由组合。阿汪，我同你一组啊！我同你一组好唔好啊？同我一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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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求同洛希南一组。我点解要同你一组啊？因为你成绩差，仲拣我成绩都好差噶。我都唔识我一组，你教我啦。好，你成绩好，你救下佢。教授啊，细个，你两个人一组，准时交功课。唔好意思，我 friend 到咗。你做咩咁多事？啊？哦，你为绵羊仔系嘛 ？Well， 系我。咁整烂人哋啲嘢就要赔噶啦。你唔好再将佢同我拉埋一齐。你累我又俾佢冚咗一巴，仲少啊？前后加埋两巴。你话你系跌晒屈啊，定系特登唔俾上抽人水啊？你讲咩啊？百几年嚟木口木面，对人对事冇反应，呢个女仔激得你咁嬲，有啲嘢咯，冇可能。OK， OK， 唔讲呢番嘢，人啱，妖，你又点睇啊？望下先，实有个啱你口味嘅。人类话妖可怕，其实都唔及人类可怕。你之前唔系话人性本善嘅咩？变晒，以前人类好单纯，只求温饱，人同人会互相帮助，可以交心。但系呢一百年嚟，
自私、贪婪，为咗利益不择手段，已经变成人食人嘅世界。我哋见到太多人死，佢哋无辜噶。风尘系少数啫，已经足以毁灭人类。唉，呢个问题拗咗成百年啦。如果你当初唔救我，而家就唔使拗啦。我俾你饮咗我啲血，你而家变成同我一样，成为吸血族，永生不灭。点解将我变成好似你咁嘅怪物？成村人都死晒，点解只系剩翻我一个？我左知明 Marcus， 作为吸血族有咩问题？我哋有无穷无尽嘅能力。无穷无尽嘅生命，仲有无穷无尽嘅痛苦。唔通你要我生生世世咁杀人，生生世世咁吸血？咁我同魔鬼有咩分别？今日我救咗你，令你重生，你都可以用你嘅力量去救其他人。其实我本来都好想信你。但是这段时间以来，令我更加相信人类根本不值得去帮。就算没有我们吸血族的存在，他们一样会自相残杀，自取灭亡。所以我答应过，如果你真的改变不了你的看法，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么痛苦的话，在小说204的那天，我会将你冰封，我记得的。多谢。啊 ，sorry， 咦，咁啱嘅？吓？上次嚟你屋企送外卖，借我厕所啦咩？你厕所度同嗰个女人？热情系我本性。我叫 George， 阿 Roy 系我表弟。你好啊，我叫罗希兰。Very nice。好似好味咁，我请你啊！唔使客气啦，冇带银包添，不如你请我吓？嗯，好味啊！你同我 Roy 住埋一齐，但系点解性格咁唔同嘅？你觉得我热情开朗，但系佢就 cool 到爆唔睬人啊嘛。嗯，其实阿 Roy 佢都好可怜嘅，佢五岁嗰年。一条十八的公路，一个粗心大意的司机，就咁，他就冇了他爸爸妈妈。他细个有啲自闭，仲黐脷根添。后来做完手术先好翻身。唔怪得他平时咁少讲嘢，好似咁孤僻咁啦。麦芽糖，喂，我哋过去试下。我冇钱啊！唉，我有啊嘛，屎 ！Come on， let's go。随便摆喺度得噶啦，唔好意思啊，我年纪大，记性唔好，唔记得咗个银包摆咗喺边个袋啊！啊，但系你约咗阿 Roy 啊，嗬？不如就喺我哋屋企倾功课啊，够清静，地方又大，唔错噶。但系佢冇讲过呢度倾。不过佢都冇反对喎。吓，你问过佢咩？嗯，我哋有心灵感应啊嘛。佢翻嚟啦。系。佢好心帮我手噶咋？得啦。波门系客，你唔招呼人噶？做好事你熟手啦。八高先揾佢啱晒啦。吓？你唔觉得佢嘅人冻冰冰咁嘅咩？饮杯嘢啊！红酒、白酒、cocktail 定 champagne， 我饮水得噶啦。攞去睇。啊，好酷啊 ！champagne。吓，我真系饮水得噶啦。一样啫。嗱，一阵读书咧就书房，定局啊。呢度得啦。但系你哋喺度，我会嘈住你哋噶。啊。不如帮我起个名先啦。不如
叫波波啊。好，你几时开始对小动物有兴趣的？我啱就想研究人类同宠物嘅关系，可能会几好玩。Sorry. 入书房，攞书。游戏比较抽象，玩具就具体一点。是哦，其实好多人见到玩具咧，都会两眼发光，无论大人细路，有钱冇钱都贪玩嘅。好似我细个咁啊，屋企冇钱，咁咪攞张纸攞支笔同人玩天下太平咯。你有冇玩过啊？咁跳飞机咧，青红豆，十字街豆腐，有只雀仔跌落水玩过啦啩？咁你细个玩啲咩噶？系、哦，有钱人游浮滑雪坐游轮噶嘛？唔紧要，我教你玩。我哋猜八点入先，包点揼。赢咗，我唔识玩噶。唔紧要，我教你啊嘛，出嚟啊，包剪揼，又夜幕。我都话咗唔识玩噶啦。肚饿嘅话，厨房有嘢食，唔介意嘅自己煮。嘅咩啊？敢食啊？信我啦，好食噶。试下啦。点啊 ？Good。估你唔到添。估唔到咩？你平时咁难相处，估唔到你会赚人咯。我只系讲事实啫。我都系讲事实。你功课咁叻，又抵你睇唔起人嘅。我同你真系争九班。唔止系嘛？人可唔可以谦虚啲噶？嘿，睇住你帮我做 assignment， 又请我食饭，我忍你。只是看参考书mark咗的位置，不要浪费时间。唔该晒，拜。使唔使倾到咁夜啊？咁你使唔使咁夜喺度玩灯胆啊？冇，咁啊，洛叔喺煲个汤，顺便经过攞埋俾你啫嘛。等你个包租婆啊蚊都瞓啦，我唔益你啊，都系街坊嘛。啲功夫做成点啫？黑面神点啊？啊系啊，今日我仲大发现啊！佢真系天才嚟噶，本书咁厚咧，佢嚼一声就睇晒啦，佢仲帮我做埋笔记添啊！佢分析能力真系好强噶，俾嗰啲例子咧又实用又有趣味，果然系高材生啊！我今次份功课实攞 A 都得啦。不过唔讲唔知啊，原来佢细个自闭噶，佢完全未玩过天下太平噶，连雌雄斗都未听过。
嘅电话？你寻晚留咗喺我度。原来留咗喺你度啊！我仲谂住一阵拆攞架添。Morning, Freddy。你嚟做咩？我嚟揾我嘅朋友希娜。下月咧系阿 Roy 生日，诚意邀请你嚟佢嘅生日 party。我都冇应承过开 party。Come on， 希娜系自己人，我想介绍朋友俾佢识，开心嘢一齐分享嘅。好玩啊！我同阿 Roy 同学嚟嘅咋？点止同学啊？你哋咩？冇啊！有。你跌落水，阿 Roy 食咗嘴嘴。嗰啲叫做人工呼吸，你有冇急救常识噶？我上堂先啦。sorry 啊，我只系想知道你究竟同嗰个 Roy 之间发生咩事啫？啊，其实我听到晒啦，但我唔信啦。你明点解嗰班人要针对你噶？你唔讲啊？唔讲同你见校长？哎呀，我哋都系冇嘢喎。咁冇嘢更加要见校长啦，系咪啊？帮你还翻个清白啊嘛，等人哋又唔好以为你咁好虾。咁人哋讲咩控制唔到噶嘛？我行得正，企得正，破咩？何况我柔道部主将嚟噶嘛？你睇下，够钟上堂啦，你唔使担心、啊。其实都系嗰几个人搞事啫嘛。总之我揾机会解释清楚就冇嘢噶啦。吃饭啊！你哋好无聊啊！而家好好玩咩？我知道，你哋以为我黐住阿 Roy， 以为我唔知丑，你哋唔好咁幼稚啦！你哋玩死咗我，可以得到啲乜嘢啊？喂，有嘢睇啊！有嘢睇啊！大学精英任战逢家赛啊！外表斯文，内里欧派，快啲睇啊！系。都唔引彩色啊，都唔够全神，收声啦！任战穷家菜，咪即系24小时 open 先。够啦！我冇做过啲唔见得人嘅嘢，你哋唔好再屈我。我净系想攞大学分毕业，我冇谂过同你哋做朋友，更加唔想同你哋任何瓜葛。我究竟有咩得罪你哋啊？你哋踩我、糟蹋我，我都算。点解冇辱我嘅人格啊？每个人都有自己条底线，我翻出嚟咪俾你踩噶。罗希兰，你唔好喊，你一喊你就输，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
所有嘢都唔关佢事。我同边个做朋友系我嘅权利，系我主动揾佢做功课，系我叫佢翻我屋企，一切都系我主动。有边个唔满意就搞我。你哋听清楚啦嘛？听清楚，以后就唔好骚扰佢。我真系唔明佢有咩好咯？点解你成日帮住佢啫？身材一般，样貌平庸，出身差，成绩又一般，呢啲女人啊，通街都系啦。究竟系边个喺背后煽风点火？自己心知肚明。由呢一分钟开始，佢嘅事就系我嘅事。边个同佢过唔去，就系同我过唔去。从今以后，有边个令佢嘅肉体、精神受到伤害，后果自己负责。走。